今日要同大家分享由中原王牌代理整理嘅澳门一手楼盘优惠大集合，优惠包括加销回赠、免管理费、先住后付。冇时间解释啦，睇之前记得 like 同埋 share。我哋由南边出发，区区游上盘。首先咧系路氹区，擎天汇惊喜价，多种户型选择，送名师全屋装修家电，赠送 5% 印花税折扣。屋苑有完美会所设施，满足不同需求的购买人士，优惠名额有限，大家要多加留意。金峰名著御金峰最后两间极高层34、35楼完美两房独立厨房，730元晚起，如果空间都是不够用，仲可以提供免费间房优惠。另外，金峰名著上博近期首次以2楼公开发售，单位户型灵活实用，建筑面积由约892尺起。今次推售的单位在价格上亦都提供了相对优惠的折扣，位于氹仔区的豪商推出多种新盘优惠，买3房或者4房仲可以以100元加购价值超过200万的车位。跟住落嚟，我哋齐齐过大海嚟到皇朝区。皇朝区明星住宅 Tiffany House 邻近理工大学，出名用料上乘，推出家私回赠，仲送18个月管理费。购买任何单位均可以月租形式租用 B3层嘅车位。跟住落嚟，我哋会去到高士德，位于高士德嘅世纪豪庭，周边有多间传统名校，深受家庭客关注。今次推出新盘有3房至到5房的复式，任君选择，首付咧就约85万起，付款方式灵活，5年特长的成交期，无需俾利息，包家私电器，即买即住。行过少少，位于澳门水塘附近的骏海推出的新盘系适合上车人士，单位只需要1成首期，有楼价折扣优惠，仲设3年特长成交期，亦即系话入住期间无需供楼即可入住。帮大家总结咗咁多一手盘惊喜优惠，如果你对以上任何一个楼盘感兴趣，请即刻喺下面留言或者联系我哋中原嘅地产代理。